我是朵一，今天是寻找街头美食的一天。走，看那个，他就是大众点评上面说称霸成都是街头小吃之王。那我们今天就吃它。可是我平常来的时候人很多，今天人也很多，我还找了一个周一的下午来，还是那么多人。今天我要吃50份，哭了，不然就对不起我的排队。 好多人啊，等不及了。我现在点了50份，然后再等，可能会耗一点时间，后面的小伙伴要打我了吧？先把我这20份拿回去吃一吃，因为那个炸的要等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吃那个炸的。